那个的东西都攻击，恐怖攻击。对，等一下我先把我被攻击的东西弄掉。好，那个我今天的提案是，没有后面的东西。那个 match up 就是我们前天在赛车的时候想的。那这个东西呢，就是 Hack Folder 的新版本。那 Hack Folder 是什么呢？就是大家在这个桐花松这个共笔用的那个资料夹。好，那为什么叫 Next Generation 呢？因为我跟 Sal 哥很爱 Star Trek。好，那这个中文叫共笔飞龙，就是。好，这重点是什么？大家都没有笑，表示没有在看那个。重点就是原来的 Hack Folder 它一推就倒，因为它的那个后台系统就是这是一个连接，就大家都要连到那个连接。那现在新的版本希望可以做的是 IPFS。IPFS 简单来说就是 Web3， 应该是吧？分散式。那所以重点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这个这一区就是。一看就知道是 ChatGPT 帮我们写的文案。那重点就是新一代是真正的去中心化的协作文件夹，因为现在完全不是去中心化。那重点就是这个 Hack Folder 其实一开始半大松，然后后来到太阳花还有气爆，其实居民社群很快可以整合文件，都是靠这个文件系统。好，这个 Hack Folder 就是一个文件夹，所有人都可以连上去。那现在希望想做的是它可以整合很多的文件，就是原来的这个功能。然后呢，它要有这个 IPFS 的系统，那它是推不倒的真正多中心的编辑台。然后它可能这我的这个期待是它有这个编辑权限的设置。那它希望可以有危机时刻整合资讯的这个作用。好，危机时刻我们就可以各自有不同的想象。那就是不会说一推就倒，我们还要找 AU 来帮我们把这个文件打开，因为现在如果那个 Hack Folder 倒的话，我们是要找数位部的唐部长来帮我们把那个打开，是吧？好，那所以呢，今天要希望，而且他要打那个 responsive， 因为现在用手机没有办法看，会烂掉，所以要手机用不会烂。那后续有些延伸的想象啊，就是可以结合 Mesh Network， 所以。这个名称叫 Mesh Hub。 那今天希望可以呢，第一个因为今天还是桐花松嘛，就是要大家想想，来参与的人想想这跟农业有什么关系。好，所以基础建设应该会有连结，然后还有设定这个使用的情境。好，重点的功能刚刚讲那些怎么样拆成一个小坑，还有这个 Mesh Hub 就是不太好画，所以有没有人可以帮忙设计 logo， 这也是今天想要可以做的。那下面如果有人有兴趣的话，就直接到这个 Hi MD 来签。好，然后讨论任何想法就丢在那边。好，就这样。你要说什么吗？你说大家来吧。没有，好，走。